现在该打不打开吗？可以。嗯。每天给我们多一点点的红旗子，那个红旗子要好点。嗯。嗯。现在雨水多少个大杯？怕的。给我打电话了。喂，毛毛，咋子啦？哦，宝贝。哎。家公说老爷出去剪头发。好久剪吧？哦。你在干得了的吗？我上次给奶奶剪的。哦，可以噻。懒得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。那家公还少走十多二十里路。哦。那我和你去家公去。要得。要得。姐嘛。好。那等下来我又来帮到你们挖。要得嘛。只要干活，你又来嘛。要得。要得。走，回去给家公剪头发。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家公，我来给你剪。等我去开始。家公，剪得不好，不要怪罪哈。剪得不好都没反应嘛。家公几个月没剪了？几个月嘛。哦，长长了好多。嗯。咋个剪呢？还是原来剪成平的噻。妈的，不提那个活噻，老板。家伙，你不能怪我嘛。怪你啥子呢？我是原的，剪头发全部都拿剪的了嘛。看了家伙。也还可以。还可以。来哇，你过来，我头发要给你剃光。叫我闭着眼睛哈。嗯。你在剪头发。家公洗个头，冲点水。看着吧。他吹的。疼不疼？不来不来。洗了就洗了嘛。家公。哎。你看啊，看一下如何嘛？跟你平时在街上捡的有没得好大个区别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嗯。哎呀，对了，然后我们的农村头出去赶个场呢，十多二十里，所以说在屋头也该剪头发的就方便。